猪皮卷。春春潮妖脑双连霸，羊头羊脑，排骨，刚出锅的，三个鸡蛋，30克白糖，15克可可粉，120克低筋面粉，240克牛奶，搅拌均匀，搅成这个样子，然后加入30克黄油，过筛。薄饼机提前预热，沾上面糊，然后起泡了之后关一下，取出。
淡奶油加入那个可可粉打发，然后一个盘子，一个饼，奶油一层一层的，然后一次叠加起来完成。